俊、朴敏英主演 TVN 新剧《金秘书》为和那样现实系韩国热播剧，即更无受世界赛事影响。今晚如常播出第五集，剧集率先公开做新剧照。剧情讲到朴叙俊不知不觉中意上朴敏英，更打算正式追求对方并与朴敏英约会。而今日公开剧照中，就见朴叙俊双手合十，一脸认真，其戏家公仔机前面无知戏咪想送公仔币朴敏英，不过朴叙俊似乎一直都家无道，令不期然皱起眉头，更加集中于加公仔仪式上，引起几个小学生兴趣。之后朴叙俊更搞笑地突然话要跟小学生斗快成功加公仔，场面好笑。另外剧组又公开做朴敏英新剧照，只见一脸惊讶后笑得相当开心，令剧迷相当好奇之后情节。而正忙于拍摄《金秘书》，朴叙俊亦不忘更新因斯塔勒姆上载作与工作人员合照。只见工作人员身上 T 恤写上赴会场朴叙俊剧中角色职位，对无助字眼相当斩鬼。更多韩流细晒雨果 http://fb.com/app/levaillant 剧组公开佐朴叙俊新剧照。朴敏英做面试一脸惊讶，朴叙俊更新一格余文乐陪你走遍全球追星，即刻雨果 FB 专页。